我亲自包的啊。好，先吃七个，再数七个，趁热。好，好，好。蓝兄，太爷这画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溥仪呢？嘿呦，坑了你不少钱吧？哎，不计较，不计较。蓝兄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，我必须回报一下。让我帮你做一件小事。哎，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一件小事，一件小事。你帮我杀个人。嘿呦，这事儿对我可太容易了。杀几个？一个，你把名字告诉我。根本，一郎。你杀他干嘛呀？这人我正用着呢，你换一个。兄弟，你真当日本人能帮你成事儿？那日本人靠不住，我靠谁？老蒋。那更靠不住。一个写日记的人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是啊，你写日记吗？我不写，你写日记吗？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？写出来那叫心里话。下贱。来看镜头。不看，太爷看哪儿，我看哪儿。